在香港露面的王菲呢，今天出席某个美容牌子的代言人，心情看来呢不错，不过至于全程呢都不肯接受访问，最后他就肯为赈灾而作出呼吁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星期五的慈善大汇演，希望你们尽自己的一分力去帮助那些灾民。女士咧走就喺起，咁當然係為咗做香喺做香港大學呢度進行一競爭。以待咧就喺做香尊貴前面啦，喺王菲同埋左慈同埋歐小姐準備就上人，3、2、1 ，Congratulations 啊，恭喜曬！多謝曬咁多位嘉賓噶，咁我知道咧。阿飛你說誇大我的稿子，主要是好了，準備了在做的這個尊貴前面王菲的大飛，你是簽個大名，阿飛站上來啦，大家好像哇這個放煙花一樣閃耀，很多很多的閃光燈是照著我的尊貴前面，一路望過來啊，阿飛聽過來聽過來，因為記者朋友都神情空洞，大家咧嗌過我，冇睇啊！點解我得㗎？我勁㗎！其實咧，王菲咧其實王菲陣間咧將會安排咧嚟採訪㗎。啲陣間仲有機會影喎，因為王菲而家咧就要即刻去到灣仔會展嗰邊準備。而各位記者朋友，如果喂執嘢啦，快啲準備架衫要過去啦！再見啦，咁樣一陣間見咯喎。好，咁啊，好啦，唔好最緊要咁樣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最要光滑啦，好似小孩子、小女孩咁啊，最好啦，光得啦，係嘛？得唔得 ？OK 噶，梗係得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一啲護膚嘅心得啊，除咗用咗 Well 產品，阿飛仲有咩護膚嘅心得可以同大家 share 啊？除了用做呢沒什麼的喂，唔該大家好喎，我們主持天妹妹，妹妹小心下，準備好，準備了，準備3、2、1啟動，哇，跟住大家就見到一個飄絕的效果，无论点变，被埋得咁 sharp， 我只需要5分钟。我系你 ，Hollywood Secrets by Jabelle。祝你成功啊 ！OK， 大家需要阿飞点样啊？OK， 我支持你，祝快乐。